我在我们辽源市最著名的景点遇到了地表最强的神车啊，当今全球销量最高，你买这车都得等啊，绝对吊打 BBA， 吊打56亿啊。什么车大家看一下啊，比亚迪汉 DMI， 看零百加速是7秒到8秒的，来看看中国结尾灯，看着没，帅不帅？这车多少钱？如果是 BBA 的话，保时捷要你100万不过分吧，看着没，但是才多少钱啊，20多万。这个 DMP 版呢是0百加速3秒7，赶上超跑了，比保时捷帕拉梅拉都强。咱们今天看到的这是 DMI 啊，馈电的时候油耗才5升，这么大个车是5升，没见过这车是吧？没有。那个采访员路人帅不帅？帅，国产最好的车，真棒，可以充电的，一充电老快了。老省多长时间就充满了？你要是用快充的话，2个小时。2小时就充满。快充是什么呀？就是咱说所谓的那个看功率，它这个枪的功率是7000瓦的功率的话，就2小时。也是混动吗？混动，对，对，东北咱们用。像说咱们那个油的话，就是装一次油的话，能有多少公里？跑多少公里？满油满电的话，1200公里。嗯，电池保多长时间？三电终身质保。终身质保。对，你电池有啥问题，电芯啥的给你免费换。车架可以看一下。你可以看一下，看咋上？哎呀，这样那是老豪华了，绝对比那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一点都不差。哎，行，看看内饰，这是路人采访啊，路人100%真实啊，100%真实啊，正在拍视频的时候遇到的。这个就是奔驰的前内饰设计专家啊，所以说你看它这实木的地方都是真的热的那个座椅，然后通风加热都有。这个通风加热都有，然后呢，这个现在是 NAPA 真皮的，跟劳斯莱斯一样的皮质座椅。你看后排空间也老大了。你起步一般都干了多少？你说快呀、啊、还是骑车呀、啊？骑车，骑车都7秒9。嗯，7秒9。这个是节能版。那加速快的话，3.7。最快3.7秒。你可以进去坐着，进去坐着感受一下，来进去坐，感受一下。真的有服务？怎么样？中间那个扶手还可以放下，哈。啊，知道这个。完了可以喝点茶啥的哈，对，搞个东西啥的啊、嗯，这都行。才20多啊，这才20多啊，不比买那个日系什么雅阁、凯美瑞、什么迈腾不强多了吗？是，而且它的销量是冠军啊，啊、嗯，它的销量是冠军。就是新上市多长时间了？这都2-3年了。三年了，以前是以前啥推广？你才看，是你才看的。啊、才看的来看看，是你才看的。这个比这个五六亿卖的都好，是宝马五、奥迪 A 六和这个那个奔驰 E 级加一起都没它销量高。比亚迪汉，反正所谓可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没事，特别好，这是咱们国产的啊、哦。确实比外国的强多了。Number one。对，销量第一，销量冠军。东山公园啊，真智能啊，大哥，太好了，人家这车卖的最好呢。老智能，你看看没事，他们也是在那个做广告推广。这两年卖的行了，前两年你都得那啥，你都得等半年提不着车。你摸摸他们反应，你摸这个。人家叫公路坦克了，刚刚安全。你摸的就不服都可以跟我撞，他指定撞不过我们。不是你摸应该，你就记住一点，现在国产车比外国车强多了，不要崇洋媚外。这个比亚迪比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都好，就完事了。你摸摸这个这门呢，就跟那叫我那车，那我那车跟人家没法比。你就关一下门，你别声儿了。就是关门那个声音的厚重感。现在比亚迪销量世界第一，中国第一，也是在这乐园那个什么？对，乐园就是汽车城那边。啊，北方挨着奔腾。啊，行，很多款车是吧？对，大的小的 ，SUV 越野都有 ，SUV 轿车都有。好嘞，拜拜。嗯，慢走啊，慢走，咱这风景挺好也，溜达溜达。现在这边差了，现在你看着这色儿有点淡了。嗯，前两天，但你瞅咱那风景，你看这边这个风景，你看，对，怎么样？不是，对，就没事，咱车少是假，没事就您说你们差都开的像人多地方，差就变成人多。咱这边的风景是太好了，真的。对。